前买的，现在没有啊。可以诶，藕啊吗？这个藕啊吗？还是没有五谷？哎，这种啊。哦，这个五谷的，现在两个啊，红豆，这个芝麻，啊，这个咸葱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芝麻。芝麻。可以。要不要加个两个馅？不能一。两个两个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哎，对，对对对。还行的呀，也能说话。那是咸的吗？对。好，一个咸的加点咸。